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来播下下个星期三9月2日的双鱼座的满月。9月2日星期三，双鱼座满月跟天王星呢形成准确的6分相，所以呢，这一次满月呢会带来个人层面上的追求自由、独立、个性和积极的改变的这样的趋势，而且呢，会带来呢非常，也许是令人兴奋的啊，突如其来的、不期而遇的事情会发生啊。这个呢，有可能是积极的，但是也有可能最终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呢。这个满月期间，金星和火星形成一系列的呢不良相位啊，紧张相位，所以呢，这个是啊，取决于这些不期而遇的新的人和事物是哪个方面的。比如说，如果是关于爱情、浪漫的啊，亲密关系的层面。还有啊，就是说，因为金星同时掌管的是财务层面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次满月的过程中呢，不适合做出突如其来的人际关系和财务上的改变啊，因为呢，金星的相位和火星的相位呢，非常的不良啊，不利。但是满月的。这个月亮呢和天王星的相位呢，会带来个人层面上的积极的改变。首先啊，它可以增加个人的情感上的啊独立性，希望做出积极的改变，而且呢，应该说啊，在潜意识层面呢，也会有新的发现啊。如果是以前啊，处在一个不够特别满意的这个关系中呢，在这一次新月期间呢，会带来新的改变的机会啊，但是呢，还是取决于个人怎么运用这个满月的能量。首先啊，满月和天王星的这个不差一度啊，形成准确的。6分相，应该说呢，这次的满月跟天王星的这个良好相位呢，是今年的满月的这个相位中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它可以激发人啊，更加追求个人和啊性格上的独立，同时呢，可能会带来新的。人际关系上的突破，可能会认识新的朋友啊，发展出新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同时呢，也可能啊，也可能呢，会带来旧的套路、旧的习惯被打破啊，新的习惯和新的。这个方式啊，行为方式、语言方式和情感的模式啊，这个会带来一系列的突破。但是在满月期间，金星的相位呢是非常差的，依次跟凶星、火星、冥王星和土星呢对冲，并且呢，在这个满月期间，火星是跟土星呢。也是啊，相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呢会带来一系列的愤怒、失望、沮丧啊，还有呢就是延迟。比如说，你正在期待一个浪漫关系，或者是期待一个这个合同，比如说是啊财务上的合同，有可能这个满月呢会带来推迟啊，就是说个人的愿望呢是得不到满足的。
因为呢，火星呢在9月9号开始逆行，所以呢，在8月15日到10月9日期间呢，火星跟土星都是在3度以内呢，形成一个90度的相位啊，这个是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相位啊，而且呢，尤其是感觉到呢自己的手脚被束缚啊。自己的攻击性、愿望和发挥主观能动力的啊，这样的愿望呢，就是得到限制，被捆绑啊，按照这个理性和直觉相结合的方式来处理啊，尤其是要避免呢固执，人为的将人际关系和财务关系呢搞坏的这样的趋势。这次满月呢，同时跟一颗叫 Scott 的恒星呢是准确相合。这颗恒星呢带有土星和木星的这样的性质，这个会带来端庄、虔诚、保守、宽容和坚持的能力。它呢会带来好运，而且呢是持久的幸福啊，也就是说不会轻易改变的，能够持续的这样的幸福的感觉。同时呢，这个恒星它还表示呢，新的有影响力的朋友，同时呢，表示在社交生活中的积极的影响。很有可能呢，这颗恒星会带来受人尊敬的、成熟的女性的帮助和赏识。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满月前后认识这一类的女性成熟的、值得尊敬的、有智慧的这样的女性呢，你应该尽量的寻求帮助。另外呢，这一次满月它的这个相位，尤其是和恒星的这个相合，上一次是在2000年前，这就自然而然的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宇宙中有两种力量是任何人、任何主观意志都不能改变和扭转的，一个是业力也就是因果定律，再一个呢就是势，就是形势的势，势力的势，也就是发展的趋势。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也就是过去的2000年的因果业力要开始呢总结了，要算总账了，势。那就是基督的重来，结束过去的6000年的这样的一种循环往复的，一直不停的在这个龙兽大淫妇交替魔鬼来统治世界的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呢，随着千禧年王国和基督重来这个整个现有的人类历史即将走到终结的阶段，新的篇章，千禧年和新天新地，这个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拦。